想我们今天是我们堂区的一个历史的时刻啊，我有个人也很少啊，一下子四五十对啊，我们的教友夫妇们啊，特别穿起西装啊，还有我们的姐妹们啊，披上白纱哈、这种气氛，我们从内心里面啊，就不禁的啊，表达出这种喜悦出来啊。那我在后面有注意啊，我们进堂的时候，一对夫妻啊，也在前面列队啊，来进入座位啊。那我看到每对夫妇的表情都不一样啊，有些真的是充满喜悦啊。那看到哇，平常认识的教友今天不太一样啊，特别是我们长辈的教友们啊，哇，个个英俊潇洒哈、啊。那我看到我们的姐妹们哈、啊，哇，这个气质典雅哈、啊，很不一样啊。我们平常可能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啊。我看出来啊，就是我们好像在重温啊，我们在结婚那天啊，走红毯那种心情啊。但是我会注意到有些姐妹就比较害羞啊，那有些姐妹就很大方的跟大家挥挥手、啊，好像在走星光大道一样啊。那后来发现我们的本堂神父刘神父镜头也开始挥手了、啊，就奇怪，他旁边是黄神父啊。不过一样啊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气氛里面啊，我们就是一起走向天主的圣殿啊。那神父们也一样啊，修女们一样啊，我们的生命啊，就是走向天主啊。请夫妇们手牵着手，彼此手牵着手，一起重发我们的婚姻誓约。开始。我为如今再次郑重向你声明，无论我们还是不是否会是贫贱，是健康，是疾病，是成功，是失败，我要永远服侍你，协助你，爱护你，与你同甘共苦，并保持忠贞，终身不渝。愿上主决定我们的恩怨。阿门。颁发祝福状。现在我这边唱名，唱到您名字，请往前。周超宏先生、刘静雄女士，我们恭喜他们是最年长66周年。他们是66周年，请往前。第二对，黄宏恩先生、张香慧女士，58周年。我们一起唱《爱的真谛》，在圣咏352页。你看这边，好，来，谢谢。